左右，我要在你的羽翼下歡舞，我的靈魂緊緊追隨你，你的右手常常扶持我。攻讀聖保祿中途至德撒羅尼人前書。弟兄姊妹們，關於亡者，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以免你們憂傷，像其他沒有望得的人一樣。因為我們若是信耶穌死了也復活了，同樣也必信天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人同他一起前來。我們照主的話告訴你們這件事，我們這些活著存留到主來臨時的人，決不會在已死的人以前，因為在發出號令時，在總領天使吶喊及天主的號角聲中，主要親自由天降來。那些死於基督內的人先要復活，然後我們這些活著存留的人同時與他們一起，要被提到雲彩上，到空中迎接主。這樣我們就時常同主在一起。為此你們要常用這些話彼此安慰。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福音前歌曲《疑韻第八百首》，各位請起立。那時候耶穌給門徒講了這個比喻，說：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自己的燈，出去迎接新郎。他們中五個是糊塗的，五個是明智的。糊塗的拿了燈，卻沒有隨身帶油，
而明智的拿了灯，并且在壶里带了油，因为新郎迟迟未来，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夜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于是都起来准备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没有，快要熄灭了。明智的回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去卖油的地方为自己买吧。他们去卖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同新郎进去共赴婚宴，门于是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上主的福音。阿门。首先歡迎下係三位嘅朋友啊，佢哋能夠咧喺慕道，咁真係咧聽到天主嘅一個感召啦嚇，喺翻自己嘅額頭上邊咧有一個嘅十字嘅聖號啊，咁呢個嘅十字就係其實咧對佢哋係有一份嘅保護，所以能夠咧係繼續學習啊上主嘅道理，喺翻聖道嘅一個禮儀裏邊。能夠去聽天主的道，而且能夠在自己的先行為，在自己的一生裏面是有一個最大的一個歸依。這個就是一班慕道者，其實是給回我們都是一個見證，我們都會見證回是給他們，所以其實是不同的。這個叫 Itinerary of Faith，真正的信仰的旅程。在昨天有一句的說話給自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打動，是什麼呢？他說 There is no halfway or part time to Christianity， 即是告訴人聽，在我們的追隨耶穌基督，我們要去到他的一條的這條路裡面呢，就會說咦，有沒有可以是time out，咦，有沒有時間可以給我休一休先呢？好像天主呢個要求都會說沒有的，可能會真的嚇死我們，你說沒有的，原來一生裡面要這樣追隨你說朝頭早是不是星期日的時間要可能呢是要慘過這些小朋友起身，或者不知道叫誰起身，你會說每天都是如是的可能比上學還要早這樣我們記得我們有些修生在修院裡面那個指導員就要每次都要拍手，就會說請眾眾主，請眾眾主，有些修生後來都會這樣說，他說這麼快不主，不是感謝天主，這麼快不主，就是會說什麼這麼快這樣給我休多一點行不行，好真啊！這個變成呢，有時我們會說哎呀，乜咁辛苦，或者你說守翻這個嘅戒命，哇！教會裏面好似咁多嘅繁文縟節，哇！又要十戒，又要四規，又話要我哋要守呢樣，要守嗰樣嚇，同埋咧就係、是、每一個星期日好似六角大封上咁樣嚇，即係嚇個個都要著齊曬呢個嘅禮服，係先至出嚟咧，係咪真係繁文縟節？
係咪變成咗好似一個嘅形式？嗱，好多人會批評啊，我哋話好似停留一個形式，係咪一個形式呢？如果你冇呢份咁嘅誠於中、形於外嘅説話咧，好可能我哋真係話停留咗係一個嘅形式。耶穌話：你去父母嘅婚宴嘅時間係需要咧係禮服嘅嚇。我哋嚟到嘅時間會話啊，不如踢拖啦，啊不如咧嚇、啊、盡量係時裝啦，啊不如咧盡量哇誒乜嘢都可以係咪啊？或者出嚟領經嗰、那個啊，有啲咧甚至乎有啲嘅堂區會話為咗時裝可以裸胸露背咁樣啊，即係走出嚟得唔得咧？有時都會話時裝啊，有啲咩唔得啫？但係你有冇諗過係引人犯罪呢？有冇諗過你嘅衣冠？啊、好話唔好聽，如果你去到羅馬一早、啊、如果你話你有啲咩嘅裸露嘅説話咧，即刻有條嘅頸巾即刻綁住你噶啦、啊、如果唔係咧，你想入去，你想入去嗰個咩咩咩誒聖堂，你話著條短褲，唔該你攬翻條裙先。你話咁都要嘅咩？使唔使啊？誒，嗰個地方係天主一個地方、啊、如果你去到泰國一樣嘅咋，有啲。有些的兄弟姊妹啊，穿到不知點咁樣，人哋即刻要俾條嚇俾條褲好或者裙好咧，都要你換咗你先入去嗰個聖殿，點會睇呢？我哋有很多地方，我哋真的會話係咪我哋嘅一份嘅拘謹啊？連埋我記得帶一班嘅兄弟姊妹嚇、啊，全部咧我哋去到呢個嘅誒聖地。去到一間清真寺，咁有班兄弟姊妹就會話：咦，嗰啲地氈喎，咁樣不如學下嗰啲人拜阿拉咁樣。點不知都未跪到落去啊，已經俾人哋一隻一隻咁樣數翻過嚟出去啊！哇，完全咧真係覺得好面懵嚇、啊，都唔知頭即係厚曬面皮咁樣要走出去。點解咧？一入去之前咧會話：唔該你，你剝曬鞋，唔該你，你咧要做足曬所有功夫。你哋入去嘅時間唔可以做任何一樣嘢咧，係越軌嘅。嚇、啊、點不知嗰班兄弟姊妹，哇入到去咁大個清真寺咁，又話興起不如咧跪下學下人哋點樣去跪。啊嗰頭咧成隊人咧，好似貓仔狗仔咁樣俾人咧拖翻走出去。啊，誠之以禮，約之以禮，中國人都會咁樣講。佢話翻俾我哋聽嘅時間，會話：咦，我哋嘅呢個慕道，我哋呢份嘅，我哋兄弟姊妹。我哋要真正咧對天主有呢份咁嘅一份嘅尊敬咧，其實裏邊係應該啊有呢份咁嘅心，會話你應該要做係咪啊 ？You have to, you should be， 唔係我哋咧能夠係有呢份嘅裏邊有呢個心嘅説話咧，係一路一路咧逐漸逐漸係對我哋咧有一份嘅自己對翻自己有份嘅要求啊，唔需要人哋話俾我哋聽。我哋自己都要具備咗嘅，嗱、这、呢個咧就係、是、耶穌喺翻今日我哋會講嘅。今日嘅聖經喺翻第四啊第三篇嘅讀經福音裏邊，正好話翻俾我哋聽，嗰五個嘅準備咗嘅童女，佢哋係有心，佢哋已經係預備曬，可以話足夠嘅啊油燈，足夠嘅油，佢哋已經知道咧幾時呢個嘅。主人要嚟嘅時間，呢、這個新郎要嚟到咧，佢哋係備咗貨嘅，有準備咗自己嘅，啊，好名正言順咧，佢哋係能夠咧係啊準備去見啊呢位嘅新郎。但係嗰五個咧，一個意思就會話係冇準備嘅，啊，仲要咧你要走去問人哋去攞嘅時間就會話，你哋仲有冇啊？好話唔好聽啊，急就章啊！可以問人哋咧去攞，但係嗰陣你問人哋攞嘅時間咧，你攞咗人哋嘅嗰啲準備咗嘅，好啊唔好聽咧，嚇、啊、變咗咧係冇得呢個 win-win 嚇、啊，大家都會贏，結果咧嚇、啊、自己咧係唔會俾人哋咧係攞得到或者些啲油俾你，嗱、啊、呢、這個亦都係喺翻天主話翻俾我哋聽，有準備嘅心啊，時時耶穌會話嚇。这个的时期要到的时间你们要醒悟啊要醒啊好好地告诉我们听
我哋会记得喺翻全年里边嘅读经，我哋会听到咧，天主话翻俾我哋听，会系呢个嘅吓，佢嘅显圣容啊，三个嘅门徒去到嘅时间会哇，好 grand 啊咁样吓，耶稣显现，同埋咧有梅瑟，又有厄利亚，哇，三个咧系咪全部咧喺度系会见到主耶稣面容发光，而且咧有呢份咁嘅真正一份嘅喜乐喺度。白多老都吓到傻咗噶啦，都唔知道自己噏乜，就话喂，主耶稣，不如我哋搭三个 cam 喺度啦，吓留恋嗰一个时刻。嗱，呢个系好事，但耶稣话咧，呢个咁样嘅时刻咧，系要喺将来嘅。我哋再谂翻下个时间，到到耶稣去山园祈祷，嗰三个门徒瞓到嚟恶声啊，吓根本都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在那裡等，等完又等，等完又等，你會想回耶穌會怎樣說呢？是不是他的這份的心急，他這份的懇切，他這話回給那些門徒聽的時間，到了百多六看到耶穌會說、哎、有什麼事幹被人出賣的時候、啊、甚至拿把刀出來、啊、在這裡連揮、啊、連一個士兵的耳都削下去、啊、這些你會想一下的時間，就會說我們有沒有準備呢？耶穌要講俾我哋聽嘅呢份嘅 readiness 啊，真係有冇係我哋準備好嚟到去見呢個嘅新郎？新郎同埋呢啲嘅童女，其實咧好多地方會話呢個嘅婚宴係要係 solemn 嘅，係要係隆重嘅。冇一個婚禮咧，其實我哋會話我哋唔希望嚇我哋啲親友啊、賓客啊，如果我哋出呢個請柬嘅説話咧，一定係會話：喂，希望咧係合府統請啊，邊個都嚟係咪啊？希望人哋咧見證耶穌咧，正係用呢個咁嘅一個心嚇嚟、啊、到嘅時間嚇、啊，我哋會睇得翻喺呢個加納嘅婚宴裏邊，瑪利亞同埋耶穌就係會睇見咧。如果一冇酒，哇！呢對嘅呢對嘅新婚夫婦咧係好冇面嘅，聖母好知，聖母咧好避有呢份咁嘅心，會話：喂，佢哋冇酒啦，啊，喂，好準備，耶穌點樣算啊？嗱，會睇得到呢份咁嘅一份喺喜樂裏邊咧，唔希望變成咧係一個嘅悲傷啊！呢、這個咧係天主嘅一個心，聖母亦都體驗到嘅，所以咪話翻俾耶穌聽。耶穌話：誒、哎、好啊，啊就係、是、將呢個嘅水變成係酒。各位兄弟姊妹，啊、我哋聽翻下嘅時間就會話更加會俾我哋會睇嘅。啊，呢、這個嘅天主其實好多地方係不斷去提醒我哋，嚇話翻俾我哋聽。最緊要咧，我哋有冇真係要準備我哋自己？啊，呢份嘅準備，時時一個心咧，無論話我哋咩嘅年紀。我哋點知道天主有個咩嘅安排？啊，啱啱最近嚇我哋擺呢一個嚇胡子神父，佢喺呢度咧，佢係做過宗教教主任嘅，啊，好多嘅 old boys 可能都會識。本人咧就係、是、因為識得佢，啊，就會係喺翻五年班咧已經俾佢咧係攝咗入去咧，係入修院嘅，啊，佢走嚟課室嗰度，佢話：陳鴻基，你係咪想做神父啊？咁樣。咁我係啊，咁樣咁點啊？入修院咯，咁樣就係、是、咁樣俾佢捉咗，即係唔緊要，無悔啊！識得呢位嘅神父嗱、啊，但係喺翻我哋最近嘅呢兩日嚇，我哋會聽到嘅，亦都咧覺得佢好感動，就係話喺翻佢臨死嗰個時間，佢要揾咧係會長啊！如果邊啲兄弟姊妹你參與佢啊嗰個追思嘅離散裏邊。他說要找會長，那會長問即其實是做什麼，是副遊，會長說哎呀那個時間不行、啊、找副會長，副會長是、啊、一樣是日理萬機，都未有時間，是吧，個個都不行的時間、哎、找一個後生仔，因為是香港仔、啊、找張心宇神父立刻呢是去到聖瑪麗安老院、啊、就是為這位的神父是副遊，他已經感應到呢這個是時候了，要準備好了、啊、包括神父經常都會提醒我們的，會說咦，為什麼經常都要每一個月尾
嚇，見嗰啲協進會攞張卡紙走出嚟，會話雜念善終啦，又雜念善終。哇！上個月都做咗啦，咁又雜念善終，雜念有雜，哇！嚇，要雜咁多做乜？嚇，好似覺得好煩。誒，包師公成日都會話準備好自己，不斷咧吾日三省吾身，真係噶，時時都要反省，每日、每個星期、每月不斷咧係去習以為常。嚇，你唔好話咧大吉利是嚇，我哋唔知擺張相嘅料話大吉利是，即係會話嚇。好似呢度咁樣嚇，即係你會見到嘅聖母同埋耶穌咧，聖母係望住嚇呢個嘅啊神子呢位嘅神父嘅，就係話翻俾我哋聽啦，係有一份嘅準備嘅心。如果有呢份準備嘅心嘅説話咧，會話天主，你幾時要叫我説話嚇？就係呢個嘅時候嗱，呢啲咧係一種嘅持有精神。你唔好忘記喎，唔係單單呢位嘅神父喎。聖腓力伯內利啊，聖 Filippo Neri 都是一樣的，臨到他最後的時間，他告訴他的入室弟子，他告訴他聽的時間，他會說阿哥仔，現在呢我告訴你聽，帶你入去我的那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是你的。哇，那個即是他自己帶的，是一個小朋友一路到大的。哇，有沒有搞錯啊？啊，其實他一直都是很讀書，一直都拿不知道什麼博士學位什麼什麼等等，這個神會說，哎，那張的沙紙呢，拿去透火啦，這樣。啊，他說，啊，不是吧，一生裡面所做的那些所做的，叫我拿張沙紙，哇，我的血汗，哇，我的心機，即變為灰燼。但是腓力伯內利告訴他什麼呢？唔使驚噶，你要做嘅係天主嘅事啊！你要做嘅嗰樣嘢咧，係替天行道嘅。咁最撚尾嘅時間會點啊？就喺翻廚房裏邊嚇，喺度刨緊嗰啲咁嘅嚇薯仔，批緊嗰啲咁嘅嚇嗰啲番茄等等。成班法國大學嘅嗰啲教授走到嚟去想話去見佢，話佢篇論文好勁嚇。咁啊話翻俾佢聽，我哋要拜候你咁樣。啊，咁嗰啲正係訪問佢嘅時間，話啊教授一，請你幫我批番薯啦；啊教授二，請你幫我係切洋葱；啊教授三，請你幫我係嚇切呢個番茄啦咁樣。嗰幾個教授嚇到傻曬咁樣嚇，但係會見到佢話邊個教你嘅嗰邊嘅論文啊？腓力伯內利啊，腓力伯內利教我嘅嚇。最撚尾嘅時間啊，就係呢位嘅入室弟子走到去啊嗰個嘅辦公室，佢話。你是我的傳承人，你要繼續是我的生命，你要繼續是我的使命。在回那裡，跟著他是去回自己的寝室，就是躺在那張床那裡，會是笑著這樣死的，笑著這樣死的。各位兄弟姊妹，你會想想，是不是我們會不會是說，我們到我們最後的時間，會說我們笑著這樣死呢？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福氣。我哋唔好話到我哋閉眼嘅時間就會，哇！嗰班唔知喺度爭緊嗰架 Benz 啊，嗰個胎係屬於邊個嘅？嗰個唔知嗰個忽或者邊個屬於邊個嘅？哇！仲喺度爭緊家產嘅。你會諗下嗰個係一個咩嘅一個時刻咧？佢哋有冇為你嚟到祈禱咧？點解話為嗰啲家產點樣分邊一忽或剁到最盡咧？啊！我哋真係會諗下時間會話，耶穌講嘅，天主講翻俾我哋聽嘅。準備好我哋自己啦，時時都係有呢份咁嘅心嚇，去為天主嚟到工作咧，冇呢個 halfway， 冇呢個咧 part time， 係我哋咧能夠盡心盡力嚟到去做。所以咧，今日會我哋講完咗呢番嘅説話咧，係嚇怕咗呢三個嘅小朋友，會話嚇啊原來咁嘅咁樣嚇，希望啦，係咪我哋能夠嚇做得到嘅，我哋繼續做啦，莊稼多咧，工人少，唔會話嚇怕你哋，會話啊，將來會話翻俾阿爸阿媽聽，會話啊，我想做神父啊，咁阿媽話嚇乜入錯入聖女司會咁噶咁樣，或者為聖召嚟到祈禱嘅時間會話為人哋嗰啲聖召嚟到祈禱，千祈唔好竇到我屋企啊！我呢啲仔女唔受呢個嘅規範嘅咁樣，哇！我哋會諗下時間會話咁教會需要啲乜嘢咧啊？那些傳人是哪些人呢？
真係值得我哋去諗。如果我哋有呢份咁嘅心咧，教會係時時嘅年青化，教會咧不斷咧有呢份咁嘅更新。嚇、啊，在包斯高咧教落，亦都聖母咧一個意願咧，就係、是、希望好似呢位嘅神父一樣咧，時時係青春，時時咧都係懷住呢份嘅笑容。嚇、啊，係笑住咧嚟到咁樣死嘅。願天主咧俾我哋能夠有呢份咁嘅心咧，有呢份咁嘅啊執著。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咁而家咧，請慕道者咧係前，請慕道者前來接受福音，好能學習基督的教導。我哋為慕道者祈禱，各位請起立。親愛的兄弟姊妹，現在咧就讓我哋一齊為慕道者嚟到祈禱，求天主咧幫助佢哋努力不懈咁樣完成呢個慕道嘅旅程，同時咧亦都係為教會同埋社會嘅種種需要祈求天主。求天主將祂的聖子基督啟示給慕道者，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使他們能夠全心、全靈、全意遵行福音的教訓，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的支持和教會的幫助，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基督福音的感召，來日藉水和聖神而重生，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我主天主聖父，特別是我們的團體，藉著與慕道者分享主的福音而日漸成長，並同心協力以愛心為主作證，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天主聖父，憂苦貧困的人祈禱，求主安慰他們，輔助他們，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我主天主聖父，
生的天主，你按照自己的肖像造生了人类，又时刻抚允我们的祈祷，求你以慈爱护守这些的慕道者，帮助他们在教会之内学习基督的福音，并以圣神感化他们，使他们日渐似似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同埋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咁各位慕道的兄弟，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你们如果要留下可以留下，亦都请你们是好咁样去学习并遵照基督的教导生活，愿主的平安时时与你们同在。各位圣徒，预备祭品歌，由我们一起咏唱《弦往》第810首，第810首。圣祭，我想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垂顾我们献上的祭品，使纪念你圣子苦难的圣事，能够带给我们虔敬的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
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與你的心靈同在。請舉心向上，我會全心歸向上主。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這是理所當然的。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基督藉著逾越奧跡完成了神妙的工程，解救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的枷鎖，使我們分享祂的光榮，得稱為特選的民族、王者的司祭、聖潔的邦國、屬於祂的子民，並使我們到處稱揚你的德能，因為你召叫我們從黑暗之中進入了奇妙的光明。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和從全體天君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你已高举他，使他坐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你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的时候，这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个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和同完这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弥额尔同埋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之中日追完善。求你都垂念怀住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同埋所有去世的人，特别我们的胡子神父契丹诺尼古斯亚，同埋咧喺聖律師大家庭裏面嘅成員，使佢哋享天你光輝嘅聖容。求你垂念我哋眾人，使我哋得與天主之母同職名福瑪利亞、聖母嘅正佩戴、聖約瑟、諸聖中徒，以及你所喜愛歷代聖人、聖女、聖律師、聖包士高、
共享永生，并使我哋藉住你嘅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天主父，愿一切所见和荣耀，藉著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先言先哲、聖人等等，他們呢都是為天主在這個世間是準備了自己，作為我們的一個佳望，就是我們能夠懷著這份心在他們的身上、能夠去學習，而且呢使我們能夠在我們的一生裡面是無道繼續再無道。使我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正我们向前前后左左右右呢，我们的兄弟姊妹去握手互祝基督的平安，请大家互祝基督。Oh.
爱我哋嘅天主嘅羔羊，请睇都教我哋能够爱青少年嘅长年失罪者。蒙召嚟赴佢圣宴兄弟姊妹系有福噶。主我都不喜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基督聖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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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主榮，我哋一齊用唱頌音第九十七首，頌音第九十七首。Thank you.
基督圣血，基督圣体，基督圣体，基督圣血。主后经各位圣基纳主日感恩祭第五十三节，第五十三节，请大家祈祷。上主，我哋感谢你，赐我哋因领受呢一个神粮而充满活力，求你广施仁慈，倾注圣神，使天上嘅德能进入我哋嘅心灵，好使我哋时常能够保持真诚嘅恩宠。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阿门。各位请坐。以下共有七则堂区及小堂通告。第一，圣体会将于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十二时五十分集合，往柴湾举行墓地追思弥撒。有意参加者，请到堂区办事处报名及购买车票。第二，列宁月已经开始，大家可以由而家去到十一月三十日。在包成郎所设的祈祷角，特别为亡者和中年龄奉献祈祷。第三，香港公教婚姻辅导会为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將於2018年1月27日舉行賣旗籌款活動。本主日，該會會喺門口大堂設置攤位，招募協助賣旗義工及擺放捐款箱，請各位教友踴躍支持。第四，堂區向大家推介母幼會高校方修女嘅聖賢靈修身書語伴，現以優惠價25元發售，鼓勵各位教友踴躍購買自用或送禮，讓天主嘅話滋養信仰生活。第五，堂區呼籲教友繼續支持明愛，購買慈善抽獎券或捐款，並與家人及朋友參加今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港島區明愛漫遊會。而今日各位教友都可以在離散之後去到一樓的慈幼青年中心購買明愛抽獎券，以示支持。第六，十一月份《陽牧之聲》已經出版，離散後各位可以去到包盛羅或者詢問處取閱，歡迎與親友分享。最後一項由楊浩熙宣布。這個星期是由我們 Candy 探務處職員 Candy 迎接聖母到家，我們有請上個星期的 Becky， 還有我們今個星期 Candy 和陳神父去到祭台前面。如果各位也有意迎接聖母回家的，可以在小堂門外的壁報告名。區及小堂通告報告完畢，主有各位，各位請起立。説話咧，我仲想講多一兩句關於呢個神父。記得喺翻澳門咧，喺一間嘅 bottom ten 嘅一間學校啊，雷明道主教學校咧係做校長。咁啱啱咧，意大利領事館係要嚟到澳門啊，特別為呢位嘅神父咧係要頒一個嘅勳章。咁喺之前，我會問下胡神父，你需唔要自翻套西裝，即係去做呢樣？佢話唔使，因為個 shop。咁好啦，咁我話咪問下，叫啲工友咧快住幫佢哋燙翻啲衫褲啊咁樣。點不知道佢攞勳章嘅嗰一日，全體學校師生、意大利領事館所有嘅人係嚟到嘅時候，佢竟然咧係著一條嘅三個骨嘅短筒嘅西褲咧，係出現嘅。咁你話咧嚇呢位嘅神父幾咁謙啦？但係你唔好理喎，呢個係帶動好話好聽咧，意大利嘅時裝而家你哋話要興嘅嚇三個骨，佢已經領到招咯。你會見到係咪一個嘅神父唔會話咧為呢啲功名利禄，佢哋會感覺到呢啲咁嘅勳章唔勳章唔係呢啲嘢嚇，佢嘅遺體咧係要係送翻過去澳門嚇。特別佢話我要係要葬喺係澳門嘅，特別係嗰啲嘅為麻風病嘅兄弟姊妹咧嚟到努力，咁樣我哋都能夠咧嚇喺接到嗱呢一張嘅喺呢度為聖師好多啲神長佢哋做過嘅嘢，包括到包士公，包括多明我咧喺呢度咧嚇都係喺為我哋嚟到係打氣嘅，咁咧亦都有家長咧係唔知神父嘅嚇一個嘅相。烏麻論咧，我哋佢需唔需要我哋嘅祈禱，我哋唔知嘅嚇。但係亦都希望佢咧喺諸聖相通工之下，為我哋嚟到代禱啊！呢張嘅通工嘅啊，諸聖相通工嘅一張嘅聖像咧，請你哋少納啦，亦都好為呢度所有嘅神長嚟到祈禱啊！咁啊，使到咧聖母師嘅一個事業咧，能夠係繼續喺天主嘅照顧之下咧，繼續向前。願主與各兄弟姊妹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願上主降福你們，保護你們。阿嬤，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們，仁慈對待你們。阿嬤，願上主轉面垂顧你們，賜你們平安。阿嬤，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並全永遠存留在你們當中。阿嬤，彌撒禮成，感謝天主。禮成詠，由我哋一齊詠唱《頌恩第289首》，《頌恩第289首》。